比如说像同情心啊，像孟子讲到了这个恻隐之心，人皆有之。其实这个恻隐之心就是同情心。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个孟子里边讲的，一个人看到一个小孩走在井的边上，然后呢就会有一种担心。其实这个担心呢，也不是这个小孩跟你有什么关系，一点关系都没有，一毛钱的关系都没有，但是你内心就会担心。其实这个担心就是一种恻隐之心，就是一种同情心。那就是说明人呢，在人性里边他有这种良性的潜质。我们把这一面的恻隐之心不断的把它发扬开，把它扩大开，其实最终呢就会成为一种慈悲，成为一种大慈大悲。当你看到每个人都能够升起慈悲心的时候，其实你就是大慈大悲，你就是观音菩萨。所以从佛教的角度来说，应该同情心是发展出慈悲心，发展出大慈大悲之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。如果没有这一份同情心，其实可能也就没有慈悲心。所以我们看到现实生活中，有的人可能很有同情心，这种人就容易产生慈悲心。有的人可能相对同情心比较弱，你要让他对别人慈悲，这个难度就会比较大。实际上西方哲学啊，他在谈那个道德问题的时候啊，他就强调两个东西，道德的基础。这个道德的基础，道德并不是说从社会外加给人的一种约束啊，实际上道德在人性里面是有根据的。那么人性里面两个东西，一个就是生命，你是一个生命，别人也是一个生命，所以生命和生命之间是有同感的啊，看到别的生命受苦的时候，你本能的就会产生一种痛苦啊，这个是有同感的，所以这是一个道德的基础。所以那个你像那个英国哲学家也是经济学家了，亚当斯密，他写过一本道德情操论啊，专门谈道德问题的。所以他就强调社会上一切重要的道德都是建立在同情心的基础上的。两种最主要的道德，一种叫做正义，另一种叫仁慈。正义就是说不能损人，看见损人的行为你要去制止，要去惩罚，这叫正义啊。那么这是建立在同情心的基础上的。还有就是仁慈，仁慈就是不光不能损人，而且要帮助人啊，对于弱者啊，对于别人受到痛苦的时候你要去帮助他，仁慈，这两种都是建立在同情心的基础上的。这是西方哲学强调的道德的一个基础，人性中的一个基础。另外一个基础就是说人是一种精神性的存在。按照他们的说法，就是人是有灵魂的啊，或者是你是有理性的，所以你是有尊严的，做人是有尊严的啊。那么这种做人的尊严也是道德的基础啊，就是这个因为你是个精神性的存在，你要尊重自己，要有自尊心，也要尊重他人啊，都要把互相都要作为那个一种精神性的、有灵魂的、有灵性的这样一种存在来对待啊，这叫做尊重啊，这尊严。其实这个说法其实跟孟子的其实很像啊。孟子讲那个道德的四端，就是四个开端啊，其中两个其实就谈论这个问题：恻隐之心，仁子端也。恻隐之心是那个仁爱的开端，然后羞恶之心，义之端也啊。羞恶之心就是一种尊严感，做人是有尊严的啊，不能亵渎了这个尊严，这是一种道德的情感啊。那所以中外其实还是很相通的，我觉得。其实我觉得讨论这个道德这个问题，其实是一个蛮重要的问题，因为我们今天这个社会呢是特别需要道德，但是道德在这个社会民众的心目中啊，它并不是很有分量，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一种结果呢？很多时候可能我们会对这个道德的认识有很大的关系，因为我们为什么不愿意去遵循一种道德？很多时候可能是因为觉得道德是一种公共的需要，不是我个体生命的需要。如果道德是一种公共的要求，是一种公共的需要，
当如果大家都不遵守道德的时候，我去遵守道德，我是不是变成傻瓜？哎，我是不是吃亏的？很多时候啊，这个人们对道德不愿意去遵守，其实这个跟道德对道德的错误的认识其实有很大的关系。其实刚才呢，像这个赵老师也说到了，一方面道德的源头是来自于内心，比如说同情心啊，哎，这个羞耻心啊。但是现在的人因为太无明了，所以这种同情心啊、羞耻心啊，好像它的作用不是很大。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，来自生命内在的这种道德的源头，它会显得很没有力量。哎，那么另外一方面呢，我们可能需要把道德和利益做一个挂钩。哎，我们会要让大家认识到，道德其实道德的实践不仅仅是社会大众的需要。首先，每一个生命，当我们遵循道德的时候，你必将会成为这个道德的一个最大的受益者。为什么会这么说呢？因为佛教认为，就是说我们的每一个生命的存在，事实上它都是一种因缘因果的延续。比如说我们今天每一个人，我们能够成为这样的一个人，我们的性格，我们的兴趣爱好啊，我们的状态啊，其实这是我们过去生命的一个累积。所谓累积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我们人的行为，我们的思想，我们的想法，我们的行为，这些行为发生过去了之后，然后就会每一个行为发生过了之后，都会在我们的生命的内在 会形成一个累积。这个累积就会成为习惯，行为会成为习惯，习惯会成为性格，性格会成为人格。哎，那我们今天的人格就是来自于我们的观念，我们的行为，我们的习惯成为我们的性格，最终造就我们的人格。那在座的每一个人，我们是不是希望我们能够拥有一个更美好的自己？如果我们拥有一个更美好的自己，那么我要告诉大家，道德的行为就是帮助我们造就一个更健康的自我，造就一个更 美好的自己。反过来说，如果我们不遵循道德，我们做很多不善的行为，最终我们就会造就一个不健康的人格，不健康的心态，不健康的自我。这样的一个自我呢，它会给我们的存在，会给我们这样的一种不健康的存在，它就会给我们的生命带来无穷无尽的痛苦。如果每个人都了解到这个道理之后，我们了解到道德首先它所带来的后果，我们每一个当事人首先他就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受害者，还是受害者，然后其次才是社会。哎，因为你的不健康会伤害到社会，因为你的健康会造福社会。其实社会是因为有你的这个行为带来的一个影响，而实际最大的受益者和受害者和受惠者其实是你自己。如果每个人会了解到这样的一个这个道理之后，我想这个道德在社会上自然就会变得有权威性。所以道德的建立需要有智慧做基础，没有智慧的道德它是无力的，它是起不了多大作用的。